哦，天哪 ！Oh my god！ 哎，真的是 3D 的 photo 哎。哦。有像，哇！我现在处在的世界好复杂、啊。Cosplay， 就是你可以现实看到那个手掌，是的，太酷了。有哎、欸，有拍到，拍到。哦、oh, ，欢迎收看 Kelly Channel， 我是 Kelly。今天呢，我找了我各路学霸好友们来跟我一起开箱 Vision Pro。这位应该如果大家有看那个 LinkedIn 的开箱， oh. 应该有看过他。建中毕业，然后台大电机，然后来 Berkeley 念研究所的 Byron， 现在在 LinkedIn。Hi.新竹十中，然后台大电机，现在在史丹佛念博士。北女的朋友，然后他在 UMich。这边是 Justin， 他是我在 Berkeley 本科的朋友，然后也是念 CS 的。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要开箱 Vision Pro， 现在就只有美国买到，就如果待在台湾的话，应该都还没有。这一箱超级重，真的。我上次懂，你要拿来看吗？有比你想的重。OK。哦。它其实就是。头戴好像是有分不同的大小跟不同材质什么的，然后我当时去 pick up 的时候，他有先让我试戴一下，就是看那个大小如何。它其实拿起来感觉蛮轻的。这个是？这个是应该是眼睛的那个垫。不像。啊，这边有电池。我都要疯掉。这边。会很重吗？电池有一点。有一点点重。哦。它买的用意就是让你放在口袋里。对。哦，它有一个 double cup。哦，呀呀，就是可以在手，就在头上多一条，所以就可以。就是不会那么重。对，这个比较重哎、欸，哪个？电池比较重，真的。我应该要先。哦。哦，可是这也是只是把这个、啊這個、是吗？它只是小包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是吸的吗？好吧。还是要去卡一下压一。哦。台大电机亮了亮了亮了。果然是电机。这样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哦。有这样子。我现在看到的世界不是真的世界的感觉，就是会有残影。他不是直接看到外面的世界，他有 camera 在外面，然后是把他拍到的东西送到眼睛。他可以直接用手机 set up 这一台就是。哦，是吗 ？Look at your hands to set up. Look at my hands. 他现在整个世界突然变暗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他在做 eye tracking， 跟你的 hand tracking。反正它里面很多那种远红外线的相机，然后就会看你的那个瞳孔在哪，他就知道，比如说你的那些 app 要 place 在什么地方，然后你看哪里，他就会自动 focus 到那个地方。他就你一定得看到看你要控制的地方，你才有办法操控。等于你的眼睛就是滑鼠。我现在已经发现一个问题了，就是我在打这个密码的时候，因为我会想要去看我打了什么，但是 backspace 就在旁边， oh. 然后我如果点下去的话，我就一直点到 backspace。然后我现在打了已经30秒，还没有打完。好笑。就用 eye tracking 的问题，不就在说不小心眼睛一飘，对，按一下就会按错，然后就会一直 back and forth 在同一个东西。对，而且因为你手指有时候会就是不小心，就你其实没有点，然后你就不小心点到。对，因为它可能三次的，对，它手指你只要动一下就。你知道它 camera 照你手指的 range 是多广？它 camera 是前后、上下、左右全部都有。所以那如果我在后面这样子呢？后面应该照不到。那如果你站在后面，没有，所以他分得出来是谁的分啊？好厉害哦！对啊，他现在是他在 set up persona， 对，他在给我一个影片。哦，好恐怖！拿起你的双下巴。Move Vision Pro down a little. 哦吼。Now slowly turn your head to the left. 快成功，快成功。哦。Now tilt your head up. 是不是小心双下巴？对。Then make a big smile with your teeth showing. Now raise your eyebrows. Capture complete. 哦。Oh, 我看到你眼睛了。哦，是吗？你看。什么？我看得到眼睛了。That's very weird. 真的。哦，好开，好开啊！好开。真的吗？哦，我的天哪！哦 ，this looks very weird。哦，那我现在等一下，我看看 photo 什么东西。哦，天哪！有你 iCloud 上面。它有，不是，它有那个就是 immersive 的 photos。Oh my god！ 真的是 3D 的 photo 哎。啊？哦。那我试试看 encounter dinosaurs。哦，那个蝴蝶会飞过来的。对对对。
应该停在你手上。好可爱哦、喔！虽然我不喜欢蝴蝶，有点可怕，可是有点可怕。很真实哦，很真实，很真实。小心哦、喔！小心。他没有碰到我，很好。就是垫个枕头。你也被恐吓，后面有钩子在保护。啊，哪个？打雷了。侏罗纪世界。哦哦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哎，这小恐龙。厉害哦！想超立体的，对。可以跟他打招呼吗？现实看到的桌子上，太酷了吧！哎，我发现如果真的可以做得到的话，我发现要在这里看的话，就是画质要真的很好，因为它会变得很大，然后很近。你可以移吗？所以你可以移吗？可以。但是就是我觉得你平常在手机或电脑上看的时候，对画质的要求没那么高。哦，因为在这里的时候放到太大，所以需要就是真的。画质很好，就我看我自己影片会觉得画质可以更好。大家懂嘞，让我换新相机，然后我们后面哦，其实还可以啊。哦，我现在把它投到天花板。哦，哎，好爽，这样可以躺
他穿上也非常的，其实这样蛮赞的。对啊。那个脸上有一个痕很明显。我刚才有看到舍利脸上有，我脸上也有。什么是 top button？ 一二三，有哎有哎，拍到了拍到了。哦。哇。Go， 拍一下 Go。哈哈哈。有哎有哎。哦，我听到那个相机的声音了。好。经过我们刚才一番 chaotic 的试用，它就是需要大概半小时到一小时至少的摸索的时间，就是你得习惯一下它的那个使用界面跟你一般习惯的很不一样。但可能是因为我刚才不知道可以这样点，我觉得这样点可能更 intuitive 一点。就是如果你完全用眼睛操控的话，因为不是很就是你平常会习惯的事情，会了之后很还蛮酷的。就是尤其刚才我可以把很多荧幕就是同时打开，就是你可以有无限多个 monitor， 然后每一个就是前后什么都不一样的那种感觉。我们今天非常真实的开箱就到这里，前面的 setup 真的 struggle 了大概一个小时。我觉得这个如果真的要就是大众使用率很高的话，可能还得让大家更习惯这件事情。好，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你对 Vision Pro 有什么问题或有什么想法的话，可以在留言区讲。然后如果要他们的 IG 的话，也可以在留言区 request， 他们可能自己会去回。好，那就这样啦，我们下一集影片见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中间那位到底在干什么？我没有在按摩头。头是。